的，你快点儿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你咋的了？这个长春真是太冷了。该让你穿棉裤，你不穿，冻着了吧？我们那边哪知道什么叫棉裤啊？啊，这个风给我刮的呀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就是上半身跟你回来了。下半身呢？下火车就定那儿了。哎，你可别搞笑了，前面到我家了，快点吧。哦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啊！爸妈，呀，老闺儿回来啦！咋的？这又打架了？没有，哎，没有。你咋这功夫回来的呢？我这不寻思带我男朋友回来给你见见，给你个惊喜吗？不，你这功夫啥惊喜呀？我跟你爸打的破头死烂的，你不让人还笑话吗？快，小涛给门口看着呢。啊，进来啊！来，那个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哎，叔叔好，好，可好了。爸，你这眼睛咋的了？啊，没咋的，没咋的，那啥，你爸爸瞎眼模糊的，出外头去了，卡那嘎达了。谁卡的？谁卡的？让驴踢了。欧阳海见义勇为，拦着金马，我拦个倔驴，这个倔驴踢我撂蹶子。还来两下子是不是？啊，你胡说啥？你跟孩子胡说啥？你跟孩子。那个小涛看着呢。啊，啊，咋的了？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吵架了？我感觉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啊。吵架？吵啥架呀？在我们东北，这叫闹着玩儿，假的。真的啊？假的啊？真的假的啊？真的是假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早就听说过，东北人是蛮豪爽的啊，没有想到闹着玩都抠眼珠子啊。是吧？啊，不是吵架就好啊，不是吵架啊。你这不冷了，把衣服脱了。孩子，好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万一脱了，我就跟你说过，让你下手轻点，下手轻点。你瞅瞅，给他打的鼻青脸肿的，你这让街坊邻居看见了，多不好啊！你得学学我当年对你爸，一闷棍直接撂倒，多好。妈，大傻瓜，啥玩意儿别说，你瞅瞅你给他打的，哎呀，这鼻青脸肿的呀！你说这要是我外孙女，哎呀，带着他对象回来，看见老丈人让老丈母娘给打了，他这老丈人的脸往哪放啊？你说对不对呀？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那个，哎呀，那我带我男朋友回来看看。哎呀，哎，姥姥好。哎呀，孩子你好啊。哎呦妈呀！我是刚躲过了寒风，又跳进了火坑啊！这一家人看起来都蛮生猛的啊！哎，你说将来这个琳琳不会也这么对我吧？妈，想想就害怕呀！哈哈哈都别傻站着了，孩子快坐着来。啊，好的呀。哎，坐。那个。丫头啊，啊，你说你们回来咋不提前跟家里头吱一声呢？你说家里头啥也没准备呀？那啥，孩子，你吃饭没？啊，阿姨，我还不太饿。吃完了？吃完了就好了。那啥，黑了，都洗吧洗吧，睡觉吧，睡觉。啊，不是，刚刚进门就睡觉啊？那你还要干啥呀？啊，不干啥，那我就走了。孩子，你干啥呀？我去那个旁边找个旅馆住一宿。这旁边哪有旅馆呢？你咋的？嫌我们家小啊？不嫌弃，不嫌弃，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嘛。麻烦啥呀？不麻烦。你要是不嫌家小的话，就搁这住下。我当然不嫌弃了，你看一家人在一起多开心呢。哈，那我们就去睡了啊。哎，你干啥呀？啊，睡觉啊。在哪儿睡呀？我睡哪都可以呀。哎呀，其实也好安排，咱家一共就俩屋，琳琳爸妈一屋，我一屋，这你俩回来了。啊，姥姥，你就不用特意给我们两个腾房间了啊。哎呀，不是这意思。爸，我妈在这，你说什么呢？琳琳，来，你得跟妈在一块儿住，来。不是，她跟你住，我住哪儿啊？你呀，老地方。沙发。咋的？嫌小啊？那意思小涛跟我睡一屋呗？不好吧？那个我还是睡沙发，让叔叔到房间去睡吧。你就别瞎安排了，
有姑爷子跟老丈母娘睡一屋的吗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都想跟媳妇睡一屋啊，合着家里就我一个人多余呗。老伴儿啊，你走得早啊，要不咱俩也能占一屋。这死老婆子咋这么损呢？你给我个台阶我就进屋睡得了，还整个姑娘俩跟我睡，我们仨你说这咋整咋睡？死老头子，想进屋睡还得等着我请你啊。你要是求求我吧你就回来，不求就拉倒，反正我们娘仨有地方睡。亲爱的，其实我也想给你住一屋，可这新姑爷上门，这想也不行啊。哎，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，恐怕我住哪儿都不知道啊。不行啊，这个我得想想办法呀。老辣。啊，您身体挺好的哈。啊，挺好。老辣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。啊。就是当初啊，叔叔第一次去你家里的时候，他是搁哪儿住的？那时候啊，家里穷，就一铺炕，哪有他地方睡呀？但是你叔就这点好，他脸皮厚啊，他把门口那条狗给撵走了。涛啊，姥姥，你得听姥姥说，你要是想娶媳妇儿，你得发挥点死皮赖脸的精神。啊，那我明白了。哎，孩子，啊，你干啥呀？我去撵狗啊。你撵什么狗啊？你睡沙发。我啊。我睡哪儿？你呀，找狗窝去。那我先回屋睡了哈。哎妈，这那个啥，琳琳，走，跟妈回屋睡觉啊。啊。来。我回屋睡了啊。哎呀呀，这么近还送啥？那去吧，去吧。啊，那阿姨你早点休息啊。哎。不会吧？这么快就睡着了？打个地铺对付一下吧。哎呦，这地蛮凉的。哎呀，找个东西垫一垫。哎呀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叔叔，我想帮你盖盖被子啊。哎呀，太猛了你！盖上盖上。啊，好的呀。我这么冷又没有地方睡，他说睡就睡，这个人怎么搞的？你说你难怪你还、啊，醒了。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一惊一乍比划啥呀？哦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应该睡在哪里呀、啊。哎呀妈，把你全给忘了，没人管你了这是。我来来，你睡沙发啊？你睡沙发不好吧？有啥不好的？你睡吧，我到哪儿都能找一宿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什么？行军床。哎，有床你不早拿出来啊？比你那床好。哎，这家伙能伸腿能撂腿的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呢？我这一天完了，挨媳妇揍，姑爷子看见了，睡狗窝这事儿他也知道了，刚才弹簧床夹我的时候他也亲眼目睹了，弹簧床，你咋不夹死我呢？是的，我全都看到了，现在如果装瞎是来不及了吧。哎呦，你说说我呀、啊，第一次上门就亲眼目睹了老丈人所有的糗事，妈呀，他不会灭我的口吧？哎呦，我要想一个办法来缓和一下我们两个岌岌可危的这种兄弟翁婿情啊。哎呀叔叔啊，哎呀快哎呦赶快坐过来呀、啊、叔叔。哎呦呦，成了破床，你没有问题吧？没事。哎呀，这小心一点呐！行了，哎呀，也不用这床了，不行，咱俩就唠会儿嗑得了。啊，好的呀。
太尴尬了，看来这沙发不让他睡都不行了。这个沙发的面积要是睡上两个人会不会有点挤啊？瞅这宽窄睡一个人正好，要睡俩人呢就得搂着睡。要是搂着的话，是我搂着老丈人还是老丈人抱着我呀？耶、叔叔啊，还这样吧，还是您睡吧，您睡。不，你睡，你睡。啊，不是您睡，您睡。客人，你头一回来，要不然是你睡。那怎么好呢？一定是您睡，您快快点盖上啊！您睡，我睡，你就听我怎么着？这个不能听你的，这个是一定要你睡，你睡，你睡。你咋的呢？你这，你睡，你睡吧，你睡，还是你睡啊？这个位置就是留给你啊！你睡，你睡。惊喜不断。妙可蓝多奶酪棒热销30亿支，全国销量领先。奶酪就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演出即将开始。哎呀，三哥换着呢啊。哎，我上台了。哎哎，大楼大楼，嗯，哎，一会儿你杀完我，咱俩喝点去呗。喝啥呀？没时间。咋没时间呢？5分钟的戏，手起刀落我就完事儿了。我妈今天过生日，我得回家陪她过生日，吃顿饭。哦，老太太过生日，那正经事儿啊。嗯，该回去。嗯，给老太太带好啊。谢谢三哥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我先上台了啊。哎哎，大龙快乐啊。你也放心。大龙，大龙。哎呀，三哥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不行，我要上台了。你上不上台我还不知道吗？咱们这戏的主演呢堵在红旗街了，一时半会儿来不了。哎呀妈，急死我了啊。演不了了，那我喝酒去了。你干啥去喝酒？你心咋这么大？你喝酒啊？我这观众都进场了，票都卖出来，你给退钱呢？那我退不起。所以说呀，一会儿啊你上台演的时候你帮我拖着点演，能拖多长时间就拖多长时间，等他来了不就演正好吗？导演，我拖不了，我就3句词儿。我导的戏我还不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让你拖着点，我给你加点钱，给你加500块钱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1000。现金呢还是转账啊？一会儿给你转行吗？帮我拖着点眼行不行？能拖多长时间拖多长时间。不是那哥俩知道吗？他俩呀，放心吧，不知道。你知道不？咋放心呢？你都是成熟的演员，你一个眼神他不就知道啥意思了吗？完，我告诉你，拖能拖，但我拖不了多长时间啊！快上吧，抓紧点，我上场了，我上场了，我催他点了，完你给我拖时间啊，拖。大胆魏三郎，你蓄意谋反，罪不可赦，你可知罪？昏君当道，我领兵起义，拖着点儿。喝醉之友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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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人呐、啊！这怎么还唱呢？大个里个大个楞个个个啦个里个大大还有伴奏？那个，这怎么还唱戏了呢？51道，准备行刑。
怎么还停了呢？大人，他刚才喷我一脸，我要求擦擦。你都要死了，还要脸干啥？我要死我也得干净的死，不擦就不死。生日，给你擦一擦。什么生日？五十一到，准备行刑。停！怎么又停了？大人，我有话要说。怎么加戏呢？你有什么话说？那个，说点啥呢？那话里话呢？这话赶话的哈，你别搁那话里话了，说不说？我不好意思说，不好意思，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我说，快说，说。呆呆起呆起呆呆呆呆起呆起呆呆呆呆起呆起呆呆，主演未到陌生张，人头落地无人帮。呆呆起呆起呆呆呆呆起呆起呆呆，人是铁来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呆呆起呆起呆呆呆呆起呆起呆呆，我的意思你明白？你的意思我不明白。没来，呆呆起，啥玩意儿啊？呆呆起，我妈等我吃饭呢。啊，对了，我要吃饭。啊，我要吃饭。吃什么饭？我临死我要做个饱死鬼，我要吃饭。你都要死了，你吃饭多浪费，也不给吃。你不让我吃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俩。没有饭，没有。行，我要吃饭。停！怎么又停了呢？你看，那公公来了。嗯？哎呀，哎，奉天承，哎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允许魏三郎吃了断头饭再斩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怎么还有吃饭的戏？这到哪儿了？在省医院呢。那红旗街省医院都没动地方啊。你再拖着点。往往高端的食材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儿时的味道一定是妈妈给我做的。榴莲，这不应该是妈妈给我做的，应该是妈妈给我种的。快吃，吃。对了，我就洗手。你要干啥？我要洗手。洗什么手啊？你赶紧吃吧。不行，餐前便后必须洗手讲卫生，要不然我吃完我坏肚子怎么办？你都要死了，根本发展不到肚子上你就死了，你赶紧的吃。不行，不洗手我就不吃。给他洗手。吃。吃。哎呀，比榴莲还埋汰呢。你吃不吃？不吃了，不吃正好。来，五十一到，准备行刑。停！怎么又停了呢？不，我还有个心愿。我要见我儿子。啥玩意儿？我要见我儿子。我还想见我妈呢。不是，你见什么儿子？没有儿子。
不要见我儿子，我就不死。你今天看我整不整死你就得了，啊！把刀给我拿来了。我时已到，准备行刑。停，停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允许魏三郎见我儿子再斩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刘师傅，我正在见儿子。刘师傅，来，哎，快来，快干啥呀？找我有啥事儿？快过来。这是啥事儿？你把衣服穿上。我这不穿衣服呢吗？我说把戏服穿上，快点，救场如救火，你快点的吧。我一个管道具的，我不会演戏。你想不想干了？那我不会呀。就不用你会呀，一会儿我上台我叫你，听不听的？先把衣服穿上，赶紧穿上，穿上，别着急啊，快点，一会儿我让你上台去啊。那个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这儿子来了。那个，说话呀，说话，说啥呀？你演儿子。啊，儿子。哎呀，爹。您不要见爹吗？您不要见儿子吗？但这儿子太老了。爹还是他。儿子，爹，你长得太着急了。这不是看你要问答了吗？我这是愁的吗？这头都白了吗？我儿子，你咋还葫芦岛口音呢？我老家不就葫芦岛呢？不对呀，我老家吉林的呀。你，我妈不葫芦岛的吗？你妈口音了？可不咋的，你老上都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，就是没掌声啊。停！不是你别你妈了，儿子上来搁这唠家常呢。那个，说点别的呀，儿子。爹，对不住你呀，你从小啊，我就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看你这模样，你从小应该我还没我呢，那是。哎呀，不说了。那怎么还不说了呢？说呀，没词儿了，你说呀。爹，你得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呢。这怎么还有疑问呢？那个，说点正题儿。爹，你不应该同意老牛啊。他是起义。起啥义呀？你起名多好啊。你别起名了，你下去吧，这儿子这见完了，你快下去吧。爹，你起名啊，爹。爹，起名啊，爹。坚持两分钟啊，坚持两分钟。你给我跪下。我就不信你死不了，啊！午时一到，准备行刑。停！怎么又停了？大人，他没喝酒。喝酒？喝不了了，这都亮了。没到，真到了。午时一到，站！真没到，两分钟以后才能到呢。啊！不演了，两分钟以后我都赶不上车了。我妈过生日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就跟我作对？你咋不死呢？怨我呀？怨我吗？那谁呀？主演没到，导演让我拖着点，怨我吗？导演，主演为啥不到？你问我呢？制片人找的，你问我呢？那他怎么老迟到呢？刀下留人。上早了，待我等会儿再迎来。逛贼，没走，没走，那为何不杀？我不死了，不死了，导演，
改戏了。你这改戏经过我主演同意了吗？那演员演砸了怎么办？你也不拿我当腕儿啊。你啥腕儿啊？啊，一个小时的戏我们哥几个给你撑了60分钟，这就叫腕儿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东北风用你吧，要不西北风你都合不上。你不堵车了吗？那你就不能早点出来吗？有导演说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你一个臭跑龙套的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？你说谁不是，我们都是跑龙套的，你是大腕儿，但腕儿再大也是观众捧出来的。台上演戏，台下做人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要想演好戏就得做好人。我们哥几个为你撑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的你还有理了？行了，对不起。对不起的不光是我们几个，你更对不起的是观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妹儿，就在长春这一块，哥可以。哎，老妹儿，在长春这一块，哥。哎，我的哥，长春这一块混的不咋地吧？这本来老妹儿，你这第一次来到大城市，哥想你领略一下我们这个地铁上的风光，没想到你这赶上晚高峰了，这人地铁有啥哥领略的？你说连个座都没有。哎，再说你们咋不排队呢？就是抢座啊！你看我俩第一个来的，一个座都没有了。没事，哎，脚拿去，让我老妹坐那儿。这有人。拿我俩瞎呀？还拿我俩虎呢？人在哪儿呢？下站就上来了。不，哥，你要那么说话的话，你信不信今天？哥，行了，我站会儿就得了。不行，跟我跟前玩这路子好使吗？赶快的啊，把哥，你这一定了个座，你跟人干仗，你犯不上。老妹儿，今天就是你在这，要不指定揍他。我明白。还我这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，还是因为个座难住我了。靠一边。不好使了呢，这咋回事？老妹儿啊，哎，老妹儿啊，老妹儿起来。哥，别说话。大兄弟，我想问问你抵抗力这么强，你是干啥的呀？我踢球的啊。哥呀，哎呀，你是遇到茬子了。老妹儿，这个不行。啊，走，换下一目标。不是，还整啊？哥，你这招是不是太损点儿了？老妹儿，还有更损的呢。哥们儿，我说完是嚼一块口香糖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老妹儿让个座？又是个老司机，咱们这么着啊，一会儿就到下站，你给我抢。抢啊！嗯。安康站到了。哥，
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招我还头一回看见。邓老妹儿，啊，一会儿到下一站你就学他这招，抢。幸福站到了。哎呀！哥，我遇着个守门员。咱这点咋这么低呢？你先把包去，包给我抢。哥呀，咋整？我太累挺了。累挺有啥招啊？你还能坐我腿上啊？那也行。老妹儿啊。嗯。老妹儿。干啥？我老姑家，我老妹儿。干啥？你不认得我呀？我老姑家，我老妹儿。我太累挺了，你咋？你给我，我给你想想招。哥们儿啊，哥们儿，你往那么挪一挪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你也往那么挪一挪。这我老妹儿实在是不行。谢谢。这老妹儿，你就坐个边得了。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富强站到了。太热了，跟我那串。大哥，瞅啥？那不空座吗？咋不坐呢？坐地下干啥呀？那啥，我刚干完活，还怕把座整埋汰了。哎呦妈！你看人这素质，怕把座整埋汰，你就坐地下来。哎呀，不用，没事儿、哎。来，我给你铺个大。哎呀，干一天活了，谢谢啊。那多累挺啊。哎呀，来，诚信站到了。哎呀。哎呀，你坐我这吧。啊，哎呀，哎，大哥，你看我这么个情况，你给我让个。这叫太大了，至于吗？快，坐我这。哎呀，谢谢啊。这双身板，你这么大月份咋还挤地铁呀？你这多危险呢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哎呀。啥意思啊，大姐？啊，哥，起来吧，别睡了，他学你。你是真完蛋呐。知道为啥他一进车我没给他让座？不到。就是因为这个，一看就是假的。我以为他是孕妇呢，那我肯定得给他让个座啊。就你高尚，好不容易抢个座，这把没有了吧，站着吧。文明站到了。哥呀，你换我坐会儿呗，太累了，你让我坐会儿。我还累你，快别站一会儿。Thank you.
寻思搁这看戏呢，占座啊。啊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说从我上车到现在，你那小腿往那一掰呗，你不怕抽筋儿啊？就这腿？抽筋儿吗？这腿？抽筋儿吗？好了，一看你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大笨蛋。那你咋知道我叫大笨呢？神经病吧？说谁神经病呢？神经病！你再说一遍。神经病！你再说一遍。神经病！不是你跟谁一伙的？哥们儿，我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一个人占俩座，你就不懂得啥是让一让吗？你一身毛，你说谁是猴啊？你也不比我强哪儿去。还原站到了。不是你跟谁啊一伙？哎呀，哥哥，我怕你干仗。不是，咱俩还有几站到啊？不知道，你自己看。我这还近视眼，我还得过去看。哥哥，稳住！敌人想占领根据地，收到，请指示。啥设备？距离目的地还有三站地。收到，原地休息。收到 ，over。阿姨，你坐我这儿。哎，大妈，您坐我这儿吧。哎，哟，小伙子，你这东西也不少，站着也不方便，我站会儿行。没事，我年轻，还是您坐吧。不，哎呦，你干啥？你别动，你干啥去？我把它扶起来。你能扶起吗？别动。大妈，您没事吧？快起来，来。哎呦，来。哎呦。哎呀！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这有啥呀？举手之劳。哎呀，坐。哎，咋的了？人家扶起来了，咋的了？你往后看，往后看啥呀？你撒开！哎呦，人家坐了，咋的？哥们儿，听哥一句话啊，离那老太太远点，他一会儿再讹你。讹啥呀？扶个老太太起来能咋的？你咋想那么多呢？你自己没有父母吗？不是，你之前你就跟我说这大城市这么好那么好，可大城市的人就不懂得让一让吗？啊，你说你们抢个座就跟抢红包似的，那家坐的就不可浅来了，老人上来也不懂得让一让，你们是真困了真睡着了真看不见吗？这年轻的就应该给老的让一让，身体健康的就应该给身体不便利的让一让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懂吗？你们愿意坐是吧？那座给你，你一个人坐俩，我不坐了，我站着。进步站到了。哎呦，谢谢啊。慢走啊。哎，这地铁呀就是距离的望远镜，也是人心的放大镜。长春地铁提醒您文明出行。走呢？那不也有拍的吗？拍啥呀？那边还没拍呢。你咋这么能磨叽呢？让你找李朝勋办点事儿，那咋那么费劲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个事儿也办不成，孩子学费咋办啊？车贷咋办？房贷咋办？你吃啥？你喝啥？你嘚瑟啥呀你？你还臭美啥？媳妇，你说你让我找李朝勋办事儿，昨天刚跟他打完架，今天找人办事好吗？咋的呀？打架了啊？因为啥呀？昨天搁公园我俩下象棋嘛，一点都不让着我，后来给我气的，我把我自己老将藏起来了，让他将不着我，那家给他气的。妈呀，跟个小孩似的呢。哼，
我跟你说啊，人现在李朝勋可开大公司了，那弹力裤卖的成好了，你还想不想上人家公司当形象代言人了？当然想了。想的话，一会儿上人家说话一定要客气点，知道吧？嗯。好，走。走。大家好啊！我就是卖弹力裤的李朝勋，以后大家上我那买弹力裤，我给你们打折，好不好？但是别像昨天有个人穿上我弹力裤问我，弹力裤结实不？我说结实啊。蹦能坏不？我说不能坏呀。蹲能坏不？我说不能坏呀。跑能坏不？我说不能坏呀。穿我弹力裤跑了，到现在我都没找着这个人啊。我先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哎呀，你说这败家娘们儿一天丢三落四的，你说手机还落家了，你看我咋收拾的？喂，媳妇儿啊，哎，手机没丢，嗯，搁家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你去蛋糕店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一会儿顾客来电话我接。我知道，说话温柔点儿啊，你放心吧，爱你么么哒啊，嗯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看着我温柔一面了。走啊，你快点的，敲门，小点声，啥呢这是？大点声！李超群，玩呢在那块儿啊？好好敲行不行啊？你，哎呀，你还敢骂的我？李超群，媳妇儿啊。你信不信他要晚开会门的话，你能把我怼死了？哎呀！大哥在家呢。这是干啥呢？给我拜年来了。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我们两口来给您送祝福来了。拜年？你拉倒吧，还拜年？现在离春节还有半年呢，你这年拜有点早啊。送祝福。啊，送祝福。那个大哥。祝你新的一年吉日吉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丰登，政府正在正堂说收获获财，就这样，过年好。撤。你等会儿，正事还没说呢。不，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？那个大哥最近挺好的是吧？哎呦，我好不了，我这下象棋找不着老将都。大哥，你还记这事儿？我跟你开玩笑，你看你还记？你看老弟把将给你带来了，没事将我上一边去。你要没事我走了。不是哥，有正事儿，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呗。这不听说你那个弹力裤卖挺好吗？我寻思给你当个形象代言人啥的。对。哎呀，给我当形象代言人啊！哎呀。哎呀，我给你倒点水去。完了，这气儿还没消呢。要不咱俩走吧？走，我走啥呀？那东西都买了，过两天不得坏了吗？要坏呀啊！待会儿他出来，咱俩先送礼物，后说事儿。那也行，先送礼。对，好媳妇。我闻啥呢？媳妇，你喷香水了？没有啊，我刚洗完澡。那咋这么臭呢？你快点。嗯，还真有点啊。嗯，完了，咋的了？蛋糕坏了啊，臭了。哎呀妈呀，真坏了，咋整啊？这不是媳妇，你别冲动啊，你别着急，你这样啊，你进去先给我拖住他，我一会儿出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送来一份新的不就完了吗？我咋拖呀？咋拖？你帮他干点活不就完了吗？我干活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大哥呀，有没有啥活啊？怎么能臭呢？你说呢？我得给老板打个电话。喂，蛋糕店呢？我找你们老板。啊，不在。你把老板电话号给我发过来。好了。敢骗我，他哪来的自信呢？你说呢？弟妹呀，你就歇一会儿吧，不用你干，一会儿我就干了。喂，你好。不好，我今天在家买的蛋糕坏了，臭了，怎么办吧？哎呀妈呀，那这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就完了？
你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对不起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啥？我把你打了是用对不起行吗？我把你骂了是用对不起行吗？你听我解释。解释我不需要解释，我告诉你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事实就在编故事。故事从前有个小伙在家买的蛋糕坏了臭了，马上给我送来份新的，不然的话就投诉你，挂了。不是先生，喂喂喂，你说这咋还撂了？我这蛋糕你说也不能坏。大哥，哎呦我的妈，你瞅你像个幽灵似的，你毛愣干啥？手机给我都给我摔那么远。你吓我一跳，你瞅你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就完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对不起呀、啊。对不起有用的话我要警察干啥？我给你打了说声对不起你干吗？我给你车砸了说声对不起你干吗？你这话听这么耳熟呢。大哥你得听我解释。解释就是掩饰。掩饰就是事实，事实就是编故事。故事说昨天有俩人下象棋，那人把老将藏起来了，我没找着。还记这事儿呢？今天来了空手来的，啥也没拿。不是大哥，我今天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、哦。你有啥诚意啊？我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你说我这榴莲牌，喂，哎呀妈，还来电话了你？喂。你围什么围？蛋糕你给我送哪去了？不是先生，你没告诉我什么小区，我也找不着啊。我都让你给我气糊涂，你记住啊！哎哎，限你一分钟之内，你马上把蛋糕给我送到春天里小区。哎哎，不，那个什么里？春天里。你看这听筒还摔不好了。那个春什么里？哎呀，你这耳朵塞鸡毛了！春天里。什么天里？没天里。你送个蛋糕你磨磨唧唧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马上给我送过来。你知道这个蛋糕对我有多重要吗？关于我今后的发展，关于我今后的荣誉、哎、你这能不能小点声啊？呜了呜了的上一边打去。不好意思大哥，不好意思。那个先生啊，喂，你听我说，我没听清什么礼。你给我听清楚了、哎、要送到春天里小区。那个春天在哪里？在小朋友的眼睛里。哎，那里有红花，那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哩哩哩哩哩，我跟俩对歌词呢，我跟你俩呀、啊。能不能小点声？能不能小点声？大家都呜了呜了的。三里边咋的？不好意思大哥，这打电话我都没听着什么玩意儿。不好意思。哎先生啊。哇。哎，那声太小，我没听着啥理。你妈，刚才我就悠你，让你给我踢一脚都。不是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你这一耳朵咋的？一会儿大声，一会儿小声，你到底想咋的？我告诉你，给我马上送到春天里小区。好了，你要不然我送到，我一会儿投诉你。先生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吧？喂喂喂喂，这啥玩意儿又给我撂了？你还就怨你，就怨你。你瞅咱都乌了乌了的，这边打电话都没听出他说啥。你大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刚才有个人给我打电话，你说磨磨唧唧不过来唠嗑，给我俩对歌词，你说气人不？还气人？我这比你更气人。啊、有一人给我打电话，你说非得让我把蛋糕送到小朋友的眼睛里。哎呀，大哥，蛋糕都坏了，这蛋糕都坏了的，还留着呢？谁蛋糕坏了？这个你家的吗？这哪是坏了？这榴莲味的蛋糕。不是大哥，臭了这蛋糕。你咋没吃过榴莲味的蛋糕？闻着臭，吃着香啊。不是大哥，你家不是开公司的吗？卖弹力裤的吗？不是。哎呀，我卖弹力裤，我媳妇新开的蛋糕店。你我不跟你磨叽，我得找一找什么理。嫂子新开的呀。媳妇啊，啊，咱家那蛋糕没坏啊，那不挺好吗？而且咱家的蛋糕啊，就是在他家买的，这不更好吗？好啥呀？刚才打电话让我给骂了，投诉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不晚了吗？晚了。我得问一下。哎大哥，你干啥呢？你这是？这不嘛，大哥刚才接个投诉电话啊，你说非得让我把这个蛋糕送到啊，这里有红花，这里有绿草，这里还没有天理，你说这到底是哪里？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。不是，对那个大哥，那个不就是投诉电话的事吗？对，你看我给你摆平就完了呗。你可拉倒吧，大哥，就放心吧，让他摆平。我不相信他，我肯定能给你摆平，这事交给我得了。你放心啊。喂，摆平。摆平。完事了。我道歉。那你就嗯三声就完事了。嗯这三声，哭着给人道歉。哎呀妈，
你也太了不得了，还给我顾客整哭了，那不行，我得赔礼道歉。你不用俩整没有用的，这水太欠了。你给我顾客整哭了还了得？大哥，喂喂，哎呀，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你哭了？对，我哭了。你这声也不像哭啊。啊。这不正愁呢吗？你愁啊？刚才呀，我就不应该投诉你呀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呀。你看你哭这样，他也没说啥，就嗯三声。此时无声胜有声啊，就从他那嗯嗯的三声，我的内心呐、受到了深深的责备呀、这小伙呀太好了，给我教育的呀，哎呀我就错了，我就不应该投诉你呀。我跟你说，这小伙太好了，如果我要是开公司有弹力裤的话，我肯定找这个小伙当形象代言人呐。这小伙好啊，又有能力又会说话，哎呀这口才也好，你说上哪找这么好小伙子，咱就喂喂，你还在吗？在呀。你投的诉啊，你说给我俩生了没有？大哥你别生气啊、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两口子想求你办点事儿，给你买个蛋糕榴莲味的，你说我俩就喜欢坏了，你整了半天你说市场误会误会了，对不住了大哥啊。那还投诉不投诉？拿着蛋糕就给你买送礼。对对对，你说咱们哥们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整那事干啥，还给我送点礼，不就是形象代言人吗？啊，我早就想找你了。真的大哥呀、那咋的？哎呀妈哥呀，我就说大哥呢，谢你是大哥，你这样 啊我在家呀我都想好词了。是吗？你的广告词都想好了啊。就好，自从穿完超裙牌打底裤，哎呀好看啊，就这么的，哎呀妈没事，哎呀就是这么的，哎呦我天哪，哎呦我太没事，哎呀而且啊，而且大哥你给我扶点啊，没而且就是我的，哎呦什么什么就这么的还没事，而且生活无压力。好，哎呦，这裤子质量，你赶紧起来吧，兄弟。不是，咋的了？好像有压力了。老公咋的了？媳妇啊。啊。刚才劲儿使大了，回不来了。大哥，快点。你这事儿干啥？上医院吧。哎呀。哎呀呀！好，别忘买超裙牌打底裤啊。好好好。哎呀。